方一直是气候外交的首倡者，环境政策目前已经成为欧盟彰显统一外交的重要手段。欧盟希望以气候牌来彰显自身的特色外交，并在未来的世界政治外交事务中取得领导地位。其次，欧盟的企业在开发低碳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具有优势。若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，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的工业设备以及基础设施都需要进行更新，可以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。此外，在欧盟与美国的种种较量中，环保和气候问题与其他政治问题相比，敏感性较低，较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。因此，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领域承担减排责任的标兵。要实现对世界环境的承诺，美国要比欧洲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，这无疑会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。因此，美国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一个重要阻力。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，但2001年3月，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，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，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。1997年12月，京都主要的争论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展开，焦点是将最后的期限定为2010年。欧洲的意见是三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15%，美国的意见则是在2008年到2012年间将六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。欧洲人拒绝让步，会议似乎要以失败而告终了。为挽救这次会议，美国的谈判代表最终妥协，但美国阵营的温室效应气体涉及的范围也得到了认可。包括甲烷在内的六种气体都算作温室气体。在最重要的目标和时间表问题上，协议规定2008年至2012年间，欧洲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8%，美国减少7%，日本减少6%。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任何义务，但被邀请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。主要考核的是欧盟和日本。现在欧盟呢承诺呢，经过他的努力，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议定书呢，京都议定书呢，落到实处。日本呢，显然他在已经开始耍赖了，想推翻整个议定书，而美国呢，就根本没参与。中国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酒特约之《锵锵三人行》。